哦，所以在今天在大家进球的时候也是替他欢呼，果然是人气王。没错，连续三年联盟的人气王，没有要到犯规。Washburn 有点生气，一个还在后场，但是也是因为他没有回防，现在得到直接的机会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小白助攻。这已经算是连续的在这个转换的时候直接被。